的鼓声伴随着锣声，震出紧张的气氛。这是朱宗庆打击乐团今年春季公演中的曲目《对决》，委托台湾知名作曲家赖德和创作，首次在记者会上曝光。以小片段里面来讲，我从第一次听就非常震撼，就他各种变化，他的可能性，那我觉得真的是赖老师的功力真是很精彩啊。对决作品的创作动机来自于去年不安宁的氛围，十位团员边演奏边走位，以鼓类乐器为主，锣群为辅，演奏家们或三群穿梭交织，或两两相扣，让演出画面产生互动感。赖德和希望透过音乐对决化解决斗气氛，带给人和平的感觉。那其实在曲名上面，虽然它不是一个真的戏剧化的音乐，可是它在很多的音乐语法上感觉就已经有那个互相对峙，那种互相尬鼓的感觉了，两个人彼此的对话，那从可能彼此的互相不认同，到后来好像达到某种默契，然后玩了起来，然后再相融在一起，然后一起迈向就是一个很和平的一个未来这样子。朱宗庆打击乐团今年春季音乐会将从十五号起在北中南巡演，一口气献上三首世界首演，特别邀请海内外知名作曲家量身定作，要来震撼观众的听觉与视觉。中央社记者张新伟台北报道。